大家好啊，我叫 Albie， 中文名叫黃雅紅，我是嚟自 Manipus 公司嘅，係一位健康大使啦。咁喺呢間公司都現任咗六年噶啦。我在店頭最主要都是負責呢個中西式保健產品嘅，對中式或者西式嘅產品都比較了解，可以仔細啲介紹翻俾我哋嘅顧客咯。我哋就會喺店面行啦，咁有時個客人喺報價想揾佢嘅產品嘅時候，可能又唔知邊只好喎，咁我哋要了解個客人嘅需要啦，咁我哋先至再介紹翻啲啱嘅產品俾個客人咯。最開心嘅成功感就係喺我幫過嘅客人。回嚟找我的時候咧，佢會叫我的名字，而我又記得佢是邊個。咁我都很開心咧，見到啲客人會跟我講，我介紹的產品是啱佢嘅，又很喜意聽到佢哋嘅 feedback。個客人認同我，令到我有更加一個喺工作之上有一個很好的成功感。今天咧，我帶了我的上司上嚟啦，阿咪咪啦，係啦。咁其實。他在參賽期間咧，都是一個非常支持我同埋照顧我的上司啦。咁其實咧，去到最後一 round 嘅時候，他跟我講：你贏已經喺我心目中已經贏咗啦。其實喺嗰個 moment， 我覺得係嘅。咁我更加自然做好自己已經 OK 啦。其實獲得呢兩個獎，我非常之多謝佢。咁其實係一個意外嘅收穫。咁其實。只要做好自己已經是 OK 的，我覺得，係啦，多謝你。